醒醒好喝吗？这个馒头人，好了吗？亲亲，爸爸抱抱。你要爸爸抱抱。亲亲，好吃吗？来吃一口给我看。嗯，好吃。不要两边都吃掉了。小孩影片，小孩影片。
鞋子影片。小孩穿鞋子影片。哎呦！小孩穿鞋子影片。耶，好厉害哦！这种声音还真天然呢、啊！你要推车车啊？推车车就没有糖果可以买了，推车车就不能买糖果。还是星星你会冷吗？喂！假日除了你是有名的以外，一般都是。趁现在。耶，终于不用。
来拍一张，进不去先拍一张。好，等一下。好。好。好。拍那个，这个馒头人。好了吗？好，一二三，耶！好，好了。这样有试吃的、啊，有小黑那个什么哦，对啊，嗯，那你好啊，试吃，再一点点，这个一百这个50，这可以试吃啊，一点点50块，100块，那个50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那个好吃哎，嗯，好吃吗？很小时候。糖葫芦，因为现在啊是比较没有了。对，老板凉皮款，现在弄番茄。嗯。要吗？要吗？好啊。好吃吗？妹妹，来吃给我看。咬。咬啊！来拿过。有花生，有芝麻，有红豆，这个是脆波币，芝麻，这个摆的喜欢芝麻，芝麻好好吃哦，不骗你哦，我自己是脆波币，真的，嘿，那三种都是脆波币，那还温温的，真的吃芝麻，头发会乌溜溜的，都是3个50啊。还有一点热呢，你要吃哪个？风很大，一吹就很快就凉。这个是凉才 Q 呢，你要知道这个都很 Q。你要什么？芝麻。芝麻三个。嗯。这个要吗？菜包币。要吗？你要什么？菜包币很好吃。用吧。好，那你买三个芝麻。好。一，这样子啊，不用了哈，我享受你们，我还可以一二三。好。那你拿什么？这个菜包币3个50，温温的。3个50，来来哦，纯妈的鸟，谢谢你啊，来，看煮龙拌，这个100块，煮龙拌那按的呀，来，早上现蒸的，大姐，大姐放菜吗？用完丢这里，好，那我就帮你插两个，好，可以，大人吃多一点比较有口感，因为我还温温的就捏，所以它很软嘛，你让它放到晚上它就比较 Q， 下菜软，吃不到它的 Q 劲。啊，可以单买这样一个10块。手机，好，这样子。就这，没有了。妹妹还要吃吗？妹妹吃，还要吗？没关系啊，你要吃就给他吃啊。好。还想吃啊？还想吃就来拿。来，好。我老公好像还吃嘛。
啦，也许诶，红豆，也许花生，红豆鸟，红薯哦。那黑黑的是什么？干嘛啦？我脚啦。不小心啦，谢谢。橄榄，去看看哈。哎。哦，怎么是软的？不是硬的，是软的哎。你要坐车车？平安轩，来自己背吧，东西给我。红萝卜，他那是红，那个是红萝卜叶做的，这都是天然的。对对对。来看看喽，哎，有鸡的那个手工面条面线哦，哎，还是要洛神花茶，那洛神花茶也是我们自己种的，我们农场种的。有红萝卜。那个凉糕20块，买5个送1个，那很 Q 哦， Q 的。是软软的，这个是芋头的。对对对。芋头的芋头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红色。下有写。对。芋头。OK。我今天喝汤。这个应该呛不呛？那我买这个好了，你要什么口味？红豆吧，红豆的，那个黑糖，我喜欢不要给乱喝。我就请你喝，知道好喝的了。红豆，没有啦，这个。爸爸，红豆，不行。红豆，红豆，你呢？你要这个？妹妹呢？妹妹。对，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只是冷热。妹妹给他绿豆。要不然绿豆我吃啊，妹妹吃红豆啊。对对对，红豆就好。好。没有甜，要甜要加冬瓜茶。一二三四五，要送一个，送一个要买。嗯，如果要热哈，送一个就吃一个没有的。没有的，哪一个？这三个，三个。莲子倒是长着。莲子一颗一颗的，这个好了。嗯，好。这六个。100，我那个四川长得蛮漂亮，那个天然的，不是像那有些人用上油漆的，是吧？上油漆。我刚跟你讲了，四川长一定是平均各个地方到处乱长，啊、绝对不是一个面板这个白色，那一看就是人工的。油漆可以。你看上，我刚跟你讲了，四川长哈、啊，它是到处慢慢长，背面都长，绝对不是一面涂白色的。想都知道嘛，天然的东西嘛，怎么会只有这一面，背面都是没有长，对吧？
晚上来应该蛮阴森的。哎、欸，掉了！赶快收到我包包。嗨，嗨，你们好。结束了吗？星星打一下。星星打一下。来，星星。哎，那个借过一下，借我打一下。来，好，来打打。没有，让星星打一下。星星打那个小的。你坐在那没买，你。啊！哦，他不查。哎，你不要一干。
刚那个抖音，那个抖音，抖音，你讲我，现在的年纪啊，好。好啦，要拿给你了啦。哇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。就在你包包，看到吗？红婆姨啊？不是哦。跟我说拜拜，星星跟我说拜拜。哎、欸、喂。